在地人在地情，来看台南台江国家公园有真侪凶狠圆轴蟹这种的毛蟹，这种的毛蟹台语讲啊做海南公。七月到九月是生团季节，公园管理处除了加强巡护，阁会做交通管制，防止这种毛蟹爬过大路时阵，予车来咬死。今年六月到九月，就是凶狠圆轴蟹伫咧台江国家公园生团上重要的季节。啊，那凶狠圆轴蟹台语叫做海南公。从1910年开始，不有行动已经让海南公为4000只增加到去年8000只这么多。那为什么要保护这些鹿蟹？其实鹿蟹在生态系里面，它是分解者的角色。因为海南公在咧自然生态扮正重要的角色，让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继续做交通管制来保护因，嘛百分之工做调查巡护，避免有人为的破坏。透过就是护蟹志工的协助，让他们能够了解就是这里珍贵的生态，让他们能够发自内心去爱护这个地方。台江国家管理处希望民众做回保护，嘛希望大家拢有生态保育的观念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